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是你来看守所的第三天，爸妈寄一挂吃的，还有用的物件来给我，还有一本笔记簿。因知我有真侪话想要讲，我无看到因的人，啊，不过我深深感受到因的爱。做查某囝的我，真正感觉就不好诶。这是你来看守所的第四天，跟前几天同样，我就想跟红跟弟弟的，结果现在一定很自责，不过我希望他了解我没半点怨叹，我的心也很坚定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跟他的将来。现在若是可以跟他说到话，还是看到他的人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感觉关不住我对他的爱。爱哪用时间表示，我要爱爱爱千万年，赢过所有天星。你还记得你做爸爸的事？啊，我只是不敢看你用我在里底啊。嘴去紧讲，好好等你照顾弟弟。好好去打拼，所以我会当为着你，今日要走家。今晚我嘛会当为着你，今日要讲讲。我希望我爱你。总要分开彼一年，爱乎你的意义。第五天啊，早起起起来，还是蒙蒙飘飘，怪天气内面。时间拢停落来啊！未来不知安怎，即马只有过去陪伴我。为着建宏，我今日去营造家做一挂粗重的工课，也是为着建宏，我甲伊伫个吵吵闹闹的暗暝离开伊迄个家。我跟我厝内面的人冤家，是为着建宏。我唔敢跟我的爸妈见面，也是为着建宏。今麦我家己一个人，在这个冷冷冰冰的监狱内面，也是为着建宏。因为，伊是我唯一，也是上爱的人。
安尼生意愈做愈大哦，啊，穿插嘛愈来愈少年呢。那是当然嘛，因为我身躯边哦有一个大心的爱将，我药品的生意哦，伊拢发得甲好势好势，连我出门穿插哦，伊嘛照顾我搞。哎，赞赞赞赞赞！Kelly 啊，老邓有你这个宏愿知己哦，真正是捡到宝。无影，是阮当时听闻甘听，给我机会，我唔叫他都做出淡薄心结出来。嘿，你真能够讲话，莫怪当时顶面真能够听你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以后 Kelly 啊，就是代表我，伊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啊，恁若无好啊，甲伊配合吼，就是看我老嬷嬷不才敢来，啊，恁知无？知知知，啊，伊是当然的嘛。阿头大，你既然开嘴啊吼，以后客人若有啥物烦恼吼，我一定好好咪配合。来来来，老王啊，来，咱来敬客人一下。敬客人。这边那英丽，应该是我敬来啊，来，我敬你。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哎，对吧？客人啊，啊，我即马伫你面前哦，拢甲伊讲好啊哦。啊，我对你真好，你莫来报答我哈。哈哈哈哈哈！赞赞赞！来老邓啊，啊你唔怕客人饮一下交杯酒了，唔再来咧甜甜蜜蜜。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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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来来来 ，OK， 来。啊，你好，再交杯酒。丢啦！丢啦！丢啦！老邓哎，你今仔已经有客人呀？以后敢过来捧我场？我我是真想要甲你捧场啦，也不过我是惊哦，客人食醋。董事长，你拢实在我遐尼久啊，我敢是一款爱食醋的人。哦，弟弟，你若希望以后董事长来甲你捧场，那呢较巴结了，就不要捧起。敬敬老邓哎，老邓哎，我嘛要甲你饮交杯酒啦。啊，不饮交杯酒？我不交杯酒，来交杯。来来来，你们你们你们。我无咧注意啊，我。哎，不是你，我当时听到。老邓哎。谢你哦，哈！来啦，来啦！我无咧醉啊，我咧。谢你啦，我咧开门。我可以陪你啦，哈。弟弟来。来，再请你。陪当时对你去旁边休困。好。可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弟弟哦，咱应该要出场，总免咱人出来就甲退一边嘛。放心，我袂出错的啦。我放好给你头，给你听。我来这就。当哎，当还休困啦，行啦。好。好啦，无恁有话，大家讲，我先去床上休困啦。好谢你哦，太谢你了。刷他，那要走？太衰了，拄才找你做借口，我看你人无听话，紧等去叫。你真正跟老邓来做伙，是有关怎？来得正狠呢！你莫伫我面头前去讲着伊啊，我两个已经无任何关系。
你有当去缀老董诶？是有安怎？我毋相信，你毋是遮尔现实诶人。无你认为我是啥物款诶人？你有家己诶自尊，家己诶想法，想袂到，甚至会缀老董，甚至搁做残疾啊，替伊安排小姐。 你若是要做他的家己，你得继续到这个酒店就好啊。敢有需要对这份离开，做你这回个小姐，做这么辛苦？我就是伫外口吃过伤济苦，我才知影根本不是我要爱的生活。小贝，你看清楚，即摆站在你面头前的，是一个爱喜欢的凯莉，这才是真正我。 我不相信，爸，你那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再跟我讲啊！你再看，我再跟你打三架。我的代志不需要你给我，我即马选择的是一条我从来都唔捌想过的路。我嘛相信，我一定会行真快乐。 你若嫌你家己伤过用，你就加替你家己想一下，钱也欠不够，就赶紧离开这个所在，别搁留恋。我知影，我有家己的计。还有，你一定要会记，千万唔通爱着家己的人客，莫相信虾米真来。若是讲无钱。 这一切拢是空手棒。你若无想要食苦，都要把我的话记在心肝底。好啊，该讲我拢讲啊，你好好保重。 出庭对建宏老较不利哦，伊嘛请客哦，你才多多原谅啦。哎，讲实在的吼，阮咧做许多人的哦，实在是心无大同，我计早叫伊用关啦。哦，这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。等下开庭的时阵，另外若是我法靠近，你若无代志啊，所以你啥物都莫讲，所有问题我来回答。 安琪，这个案件若是我来担，你看安怎？你放心，就算讲雷文的反口经，我嘛一定会替你辩护到底。建宏，雷文，爸，你应该教我啦。哦，无咱过来呀。 只是讲今仔日嘛，双方的结果对离婚有较不利。我想哦，阮甲离婚见面的时间啊，愈来愈少。阿爸是想讲，是毋是会当把离婚的母仔囝吼，都等来阮后头厝住一下？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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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公。 要叫你甲弟弟去后头厝住，我看你真好啦。嘿，哦，建宏啊，你哪会叫丽云甲弟弟去后头厝住啊？人唔通啊！唔是嘛，丽云甲弟弟等因厝的住，安尼我较放心啦。你当然放心啦，法律责任哦，拢放喺丽云替你担，啊，弟弟甲丽云则放喺我帮照顾。
免讲你嘛放心。你即摆上好吼，着顾你的公司，赚你的钱，啊，家庭保险都帮好人照顾，你着上好个啊。二姐。谢啦，规定时间到。天龙生物科技公司涉嫌贩卖仿冒药品一案，经侦查终结，本处规定唯一性宣判。本案相关的人员，敢有其他陈述的事项？林兄，我是林丽云的辩护律师，要听讲。哪个？天龙生物科技公司实际上的经营者是林丽云的翁婿裴建宏先生。林丽云只是挂名的董事长。裴建宏贩卖仿冒药品，林丽云带领着夫妻的感情，才来承担所有法律责任。本人请求停商，扩大该公司的内销，厘清案情。丁兄，无什么公司的内销，天龙生物科技公司的经营者是我，我愿意负责所有法律责任。丁兄，涉嫌人林丽云已经承认事实。而且本案也无其他新的事情，且丁兄依侦查结果宣判。跟着公告陈述事项。丁兄好。本席依侦查结果宣判，查林丽云为天龙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。丁兄，天龙生物科技公司实际经营者是我，裴建宏。建宏，丁兄，无方的药品拢是我卖，公司所有一切代志嘛拢是我经手的。林丽芬只是挂名的董事长。只是在两阮阿母的感情，所以伊承担下项的事项。不是丁兄，我这是公司的负责人，公司的业务拢是我经手的。林伟，丁兄，公司的员工哦，已经证明讲我才是实际经营者。在座旁听的林丽芳、啊林文杰，啊个员工郑凯丽啊，伊卖你公司上过班，伊拢会当做证。我当做证。公司确实是偏向经营的，我买单做主。你拢莫跟我白讲啊，好不好？丁兄、林丽芳啊，还有林文杰，伊是我的姐姐，还有小弟，伊拢是为了要替我脱罪，找到我的翁婿偏向方来串供，伊所讲拢不是事实。丁兄，因讲拢是事实的。丁兄，林丽芳跟林文杰，伊拢是现成的真证，我讲无证。怪不见天啊！英雄，这资料里面。是我公司的内销，有我甲客户签约的资料，这客户等的囡仔拢是我的，请丁兄搞好清楚。丁兄，我反对。裴建宏为了保护因太太，怎么可能伪造公司的资料？这资料是不是伪造？我相信丁兄看到就知啊。不是。你甲事实讲出来嘛！我无想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！我无想要这么痛苦。建宏，哎，听我讲，这段期间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无当互原谅的人。你的爸母生你、养你、教你，把你教到这么好，才嫁给我做太太。
以后头绝对我是稳重如山的。啊，我说伊再犯错，伊再爱让伊失望，是真的。我即摆犯错，即摆犯这个罪，你莫让你替我担。丁香，我反对。裴建宏，伊即摆已经失去理智啊！伊所讲的袂用做证据。我无失去理智，我头壳非常的清醒。丁香，我即摆所讲每一句话，拢用做法律上的证据。你继续讲。这段期间是我一世人上痛苦的时阵，因为我伤害着我上爱上爱的人，而且我伤害到足深足深的。不过你拢用你的勇气，你也接受我对你的伤害。你敢知？在你的面头前，我只是一个自私。够能吃的啦！我今若是无甲事实讲出来，我若是目睭紧紧看你去自家，乃伫我性命中会造成一个无法度弥补的遗憾。我今嘛，甘愿失去我辛辛苦苦重新搁拍拼起来的事业，我嘛唔惊让你来管。我一定会跳出来保护你。丽芬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会做回来你面看。我会让弟弟知影讲，我是一个认真、还佫负责任的爸爸。你敢知？咱们。我有看迄本你伫看守所写的笔记，我才真正了解。我若是目睭紧紧看去坐卡，那安尼我会失去你，还佫失去家庭，因为我无迄个勇气佫爱你。所以我要甲芳华讲出事实，我要勇敢面对，我嘛要让执行法律的法官，啊，佮检察官知影讲，我等下林丽芬是全世界上伟大的女性。陈述的是新的事情，请丁兄查明属实。天龙生物科技公司所涉嫌的案件，甲林丽芬一点的关系都无。温习菜官。本案因为有新的事证，重新调查。涉嫌人彭建宏收押看守所。勇敢，伊安尼家己跳出来担罪哩。系啊，连我嘛想袂到，
啊，不过安尼做吼，唔则真正有查甫人欺骗。是啊，伊安尼做，才输给做我姐夫啊。好好好，应该较听不了，别讲。姐姐，请嘛。哦，姐姐。请，姐姐，请。妈。他干嘛会是的？这一切哦，是给我伊家己选择的。我搁较难唔甘，我嘛是爱接受啊，你无对？妈，好啦好啦，都既然安尼啊，卖阁伤心啊。我要让你轻松点，我要让我可怜我伤心呐。那虽然讲今麦离婚啊，伊无代志啊，啊，不过我的心肝囝，就要还你阿姨管啊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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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讲这啦，卖讲这。亲妈，哎，这是哦，建宏伊有担当啦，会晓替阮离婚收。多谢啦，我实在是感觉足甘心的啦，多谢啦。是啦，亲，你得卖去伤心嘛。恁即马哦，应该赶紧想办法，看要安那替建宏拍赢这场官司较要紧。我知影啦。金姐啊，啊，这边哦，建宏的表现哦，我实在是真感谢。啊，金姐啊，你唔知安怎甲教哦。啊，在阮大家拢感觉无希望的时阵哦，会当勇敢出面出来承担。多谢。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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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啦。这是建宏。应该做的代志啦，这也无什么了不起啊，对吧？陈友进前离婚啊，无辜吃遐尼济苦滴啊，啊建宏即卖会当回着，啊阮这做师大嘛，感觉足安慰啦，对吧？啊，我嘛感觉真安慰。啊建宏这个囡仔吼，会当将阮的话吼，拢听入去，啊，对啊，那就亲家，那就照咱进前讲的安尼啦，啊离婚啊。就是先去亲家遐住几工啊，不过就来来来，放心啦，放心，你阿公弟弟的代志吼，村里爱到照顾啦，这放心啦。哦，亲家，亲妈，阿婆，离婚就先到阮来等啦吼。啊，好。爸妈，我先等下到厝，不用爸妈，紧紧来等去啊。多谢啦，我先来上啦吼，干。你好，亲。你敢知影？我看伊安尼哦，一家安尼团圆哦，足欢喜的。我心内真正有够酸的啊！卖过你的伤心啊，对不？建宏哦，毕竟哦，互咱无失望啊，代志也做对啊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咱的宝贝阿囝，伊要互人关在笼仔内面，内面咧吃苦，你敢不知影？我心内足艰苦，我是啊，目屎飞飞哩啊！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咱卖阁伤心啊！哦，阿囝哦。你伫咧创啥？你现在无靠我参详，就等你翻案。是的啦，我是认为这一切拢是我做的，所以要是我来打卡吼。你若是要还口经，哪有可能是临时决定的？王爷，我进前花这么侪精神在替你洗清罪名、处理债务，甚至想办法告凯莉，你是不是认为恁公司的债务已经处理甲差不多啊？我无任何利用价值。无啦，阿姊，唔是安尼啦。我知我对不起你啊，不过已经到这最后的关头了，我免看离婚安尼牺牲落去啊。大家
该阮爸，还佫丽云后头厝对我安尼苛刻，还佫指责，我的良心就一摆佫一摆甲讲，我袂用佫安尼糊涂落去。张丽云甲讲，弟弟即摆已经用目睭伫看这个世界啊，伊叫我爱做弟弟的模范，就是一点加点青，你想看袂？我若是目睭紧紧看丽云伊这家。那你弟弟以后大，伊还能看待我这个爸爸？伊会认为讲，我这个爸爸是自私冷血，佫无负责任、无担当的。啊，我袂用予伊安尼想，我一定爱予伊认为讲，我这个爸爸是勇敢、有担当，做唔对代志，家己敢承认的爸爸。安尼我才会做伊模范啊。所以，你得要牺牲我。那是实的。我知道我安尼做是搁一摆伤害你，我伫遮等你下一声实的。阿姊，我记你爸讲过啊，你讲你爸早死的，所以你对恁爸的印象是空白的。啊，你定来想起恁爸，你想讲伊是伟大有担当，会用予你做瓦壳的。阿姊想看卖，每一个做囝的时势。这就是你心目中的爸爸，所以我绝对袂让弟弟失望。我一定要做个亲像阮爸讲的，是弟弟心目中迄个永辉瓦壳，永远袂倒去迄粒山。你为了要做你后生，心目中迄粒山，你把我当作是路边凊彩用踢到的石头，我真正足悲哀。我了准讲。我惦念要替你做这么多代志，会用慢慢代替丽芬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啊，不过我今物才知影，丽芬伊母仔囝在你心目中是唯一，我永远无法度比。啊，其实呢，我之前真正不应该跟你讲遐话。我你知无？我更加无应该叫丽芬去替我担迄条罪。因为即个这个事件，我才更加了解，阮阿妈婆的感情是到底有偌深。对丽芬，我是永远都无可能放弃。而且我袂用予阮爸，啊，佮丽芬后头厝的人，佮再对我失望啊。所以一摆，就算是我人生佮一摆的选择。按我相信我做这个选择，我绝对袂后悔。安心。我这么醒过来，对你只有抱歉。我知你对我付出真多，我嘛知影讲，我去伤害着你。阿哥所以样讲的，除了一句实的，我唔知我够样讲啥。做你这摆你无当着我，你敢认为我对你的付出，就敢咱讲几句话，你回一只实的，就用准度数。阿姐，之前我伫拘留单无你，即马你搁伫法庭，算你辜负我。我真正唔知影，我到底爱为你做偌济代志，你才会当了解我对你爱有偌深、有偌重。虽然丽芬我囝在心目中是上重要，啊，不过总有一天，我一定做予你看，我予你知影讲，我到底会用替你做偌济代志。虽然你即个表现予我足失望的。阿姆哥，你放心，我还是赶快想办法救你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是的，这届我告诉你，而且以后我也是永远、永远拢会告诉你。
原来离婚真正都是关于这款的所在，孤孤单单，冷冷清清。你抓住你真勇敢，现在我才知道你并没有比别人更坚强。你在里面很怕他的，是因为你爱我，爱我们的孩子，你才强迫你自己把这痛苦都打开。我早就知道，我就应该赶紧出来还高警。现在反悔也会好，只要翻案成功，这离婚应该已经无代志。我若真正回去坐家，就算讲我用一世人去弥补伊，嘛是永远无够。我看吼，建宏这边真正是想清楚啊。啊！进前讲什么要留点在外面哦，为离婚因母仔囝拍拼，这拢无实在啦。这边了知影讲哦，家己唔对，勇敢出来担这个责任，这才是真正一个负责任的查甫人。嘿呀，啊！今仔建宏用发口经，我感觉最意外呢。啊，不过伊安尼，难道是了然我原本的计划？尤其是妈那边，我嘛不知要哪解决。离婚。你莫大家拢甲我想别人好无？啊！你替建宏伊妈烦恼，你干嘛要替爸妈烦恼？而且哦，这个代志是建宏家己做得来的，本来得家己来承担的啊。阿唔过，莫讲阿唔过啊！这钱哦，家己嘛有心理准备。啊！而且建宏干嘛是家己想好清楚，我们才出来担的，这边哪会怪你哈？对啦对啦，丽云，你莫想想遐济啦。妈妈感觉讲。这才是一个上好的结局啦，啊！对啦，丽芬啊，那是讲你也无需要再安尼想遐多吼。领导吼，应该替建宏今仔做这决定吼，你也感觉骄傲。过去我甲建宏讲过啊，我一个大波人吼，唔是讲安尼伫咧外面啊，事业做偌大，啊钱赚偌多，就爱讲安尼脚踏实地去面对家己的责任。这就是表示讲哦，伊有自阮的话，拢听入去。而且过去伊也常常咧讲哦，要予你安一世人幸福。要过伊所讲甲所做的哦，我也感觉真心痛啦。但是啊，伊会当今日咧勇敢跳出来，我也感觉真感动。哦，这也表示讲过去阮所讲的约束，伊拢有照实际来一个实行。是啦是啦，丽芬啊，妈妈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恁爸吼安尼较有学问啦，所以安尼讲了较清楚啦。好，好啦好啦。啊，是讲丽芬啊，啊你最近嘛开始吼，你家己啊，原来也有心理准备啦。所以厝内面的代志吼，你家己爱担起来啊。爸，我知呀。丽芬啊。你心内你也莫感觉有压力啦，建宏若真是要予人抓入去关，啊你也莫感觉惊吓，你爱记哩，妈永远予你靠，吼。啊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你莫干那藏在你的心肝内，你著倒来厝的，讲予妈听，知无？我知影。好啦好啦，你阿达阿妈呢？啊不不，丽芬先去休困啦吼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，咱明仔载起来才讲，啊都明仔载咱才找律师来。啊，斗想办法，看要甲建宏安怎斗三工，安尼好无？你先去休困。妈，爸，我是想讲，即马建宏无住喺厝内面，我应该要回去照顾弟弟，啊，佮建宏伊妈。这，对啦，
你安尼想是无唔对啦，尤其是秦明吼，你也好好甲安慰一下，啊。我会啦。好啦，啊，咱准备要回去嘛，免遐赶紧啦，无你都，因暗倒找困一暗啦吼，啊，明仔载透早才回来啦吼，好。好啦，今仔先回来休困。好，多谢。嗯，多谢，好。 落查甫囝去骗，那英互家己太太担这条嘞。阿哥哦，我即马较烦恼的是丁辉啊，恁爸爸甲恁阿姨，安尼目睭金金看家己的后生哦，当重修啊，看要安怎就好。我嘛唔知影嘞，我即马心情足复杂的，阮二兄万一担这条罪，是政府这里的表现，也唔过伊即马翻口经，我嘛唔知影伊会关偌久嘞。妈。 无，我先等伊后头厝看爸甲阿姨啦，吼。好，你紧去啦。李伟，我陪来。唔免啦，即摆有点车，等你好见吗？啊，是直接等消息，我家己等伊就好啊。好啦，无你看我怎吼，咱随时保持联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再卡电话转来啦。看我知影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你搁打电话吼，我会开机。我电话那拢卡袂通啊。阿姨，啊你有接到随通卡转来电话无？无咧。 我电话卡归工卡袂通，啊，到底是咧无闲啥？哎呦，啊，辛苦议员哦，当然嘛较无闲。随同哦，自从做议员以后啦，迄红包、背包哦，大细包对啦，啊，有当时哦，爱钱要应酬几偌拖的，酒量也无咧偌好啊，啊，恁酒主是要怎开车？我看我也是来去服务处，甲看一下较安心啦吼。冰秀啊，叫冰秀啊开车载你去啦。免啦，我开一点就转来啊。 冰枪啊，我看哦，你是对去看麦啦。我是烦恼恁姐啊哦，啊找到人了后，两个人搁起冤家啊。阿姨，啊姐夫我陪你上啦，都姐啊，我去叫叫的啦。我是惊恁姐啊，互人拍。